割了，嗯哼，那你就可以这样先切一条，嗯，然后看你要我如果我是35克，哦，那30好准哦，哇，我三也。十五，这样它就会就是会大小会一样，那烤起来就比较均匀。那你看就把它这样切一条一它这样条。切出来的以后，就是那个面包，还是这个是？好，没是关系。面团而已，OK，了解。还很远，好好好，我还很那个，长的路。好好，我能理解。好，你可以先关掉。好。